麦长青呢日出席第一滴血终极血战嘅首映礼。讲起动作片，麦包话以前喺 TVB 都拍唔少噶。咁啊，嗰时都系多谢好多我哋嘅武术指导啦，同埋啲武师，而家全部都前辈嚟噶啦。咁佢哋真系教咗我哋好多嘢咯。因为我记得入行嘅时候，可能嗰时即系俾嘅时间比较多啊。我哋一场打其实有十几个武师喺度嘅。咁我试过有一次。因為夜拍到好夜啊，咁已經攤喺個榻榻米度瞓覺。一起身，阿青啊，陣間你打啊，哦，你打十個武師，嚇十個武師，即係嗰時訓練班出嚟係會咁樣俾佢哋操咯。咁同埋佢哋好有心機，慢慢去教你啊，慢慢同你排啊，同你練啊，練都練成粒幾鐘先可以拍。咁但係而家就現實上好難，即係粒幾鐘可能你拍一場打嘅戲啦已經。嗰時我哋只係拍一個鏡頭，排成個幾鐘頭。麦包最近和金刚合作拍旅游节目《师奶旅行团》，之后好像还有一个外景添。系啦，香港就拍晒啦，而家系等紧去台湾。咁期待紧同嗰十几位嘅姐姐去台湾玩啦。